道，所以我每天9:40都一直在诵经，一直在诵经，累积到今天，就是要将大家的祖先哈、哦，要有这个功德，要领受回去，要上送到西方。所以我们不是说办一个活动哦，只有今天这么简单。我们在此前，师父哈、哦、都很慈悲，都已经做，每天一直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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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要累积这样的功德给大家，就是很重要，所以你们觉得很沉重、很疲惫，那是因为你们背着这个祖先，平时你们都付出的很少，所以祖先很重吧，知道吗？脚很重吧？那我们再好看玻璃镜，看看你要是觉得很沉重的话，就是脚很重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自己的祖先很沉重，很多都没有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所以要多付出，多走一点，多。